啦，这个不需要。OK， 你们该就有看到我已经去银行去提款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我该提款，我提了3000块现金，所以你们还不懂我要做什么事情？今天不知道，还不懂啊。OK， 其实还有阿旺跟Dixon， 但是他们在坐另外一辆车，我们在去这工作室，所以我等他们全部都有在的时候，我再一次跟我讲我今天要做什么。哇，你们看这样的天气，哇，那个风，来表演。哇，你看那个树叶，看到吗？你看那个水，哇，这种天气很凉哎，很爽哎，爽。很爽，来首凉凉哦，凉凉来首。OK， 事不宜迟，我们可以马上进入今天这个影片的重点了。哇哇哇哇哇！钱有！哇，对这个东西你们就有兴趣了吗？有兴趣，有没有？多少钱？你先看一下是不是整钱先。喂！行，真的还是假的？有兴趣有没有？有。我现在感觉到有一个人无动于衷，难道你对钱没有任何感觉吗？无忧。很好，他已经于事无补。一个柠檬可以赚。这边一粒柠檬。OK。OK。OK。这粒柠檬呢，可以让你们有这个机会赢取这阿旺手上这3000块。这样方法。现钱啊，3000块现钱啊。3000。我为什么敢玩这样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不可能成功，所以我才敢拿这一笔钱出来跟你们玩。竞争题，对，一粒柠檬嘛。OK， 等一下我会把柠檬切成一片一片这样子。可以。你们一个人有3次机会。OK。谁可以吃柠檬，吃进嘴巴过后不发出任何的表情？声音。声音也不可以，你就是要完全非常是一张就是很厌世的脸，就是你可能就是，哦，这样你们就算了啊。但是如果你们是这样一点点表情都算不过 ，OK 啊 ，OK 啊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当然有啦，有信心我就对我那3000块有一点怕了，我也3000块拿回来钱。哎，拿回来先，不要。OK， 现在我把3000块先填。切一张50块给你，抬在桌上，我压着。OK， 所以这边有已经切好的柠檬，总共多少片啊？哇，12片。12片就是一人3个机会，所以一人可以吃3片嘛。OK， 所以这边有12片柠檬，然后这边有3000块的现钱。Are you guys ready？ Yes。瞬间开始，来，先拿出你的第一片，每个人按照表情啊。Okay, 你们错过，如果给他过的话，你们3000块就没有了。全部按照表情啊。妈的，拿最小块了。OK， 输。来，塞第二个倒给你，看你练到这样大只，能不能抵抗柠檬的诱惑？妈，管大只我死，是我管大只的我死，大只我死。确实是跟身材是没有关。来，开始。微笑，什么表情都可以。OK。我很想笑哎，笑也算失败呗。失败了。有表情就失败。我会被笑死的。你手上那一块一入口。快点，快点。OK， 他有表情了。他有表情了。来，大王，大魔王。fail 了，来再到铃声第二轮，你一定要比第一轮进步啊！已经有了，OK， 过不过？
哎、欸，你让我笑哎、欸！来，到底。哇！贝尼啊，3000块耶！你知道吗？贝尼也3000块耶！来。没有，我是专业的演员，等一下。哇，专业演员。这个跟演技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完全是自然反应哎。来，再到小明第二轮开始。看那边吗？快点，你们吵哎！可以来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样子，直接换人，没有必要。3000块一拿到，我就可以买。一家电脑，你快点先，你先能成功了再讲。另外一家电脑，哎，不，那我先把3000块了。OK， 没有，你这里，我的3000越来越有希望可以进回我的户口了。不要看着我，不要看着我。哎，不要。淘汰一个，剩你们三个决赛。3000啊！1000，你做我，你做。1000，2000。现在有这个1000吗？可以吗？可以这样。不是。王，你讲讲啊。有跳一下，我觉得也是有跳一下。你差一点点罢了，差一点点罢了。你的动作太大，你跳跳跳。来，真的。Fail。刚才最接近胜利那个人是 Benny， 可是他就是他的脸部那边跳一下那个梗。我这也可以蛮起码拿50块啦。我都没有。来，赛大旺，最后一轮啊！好旺啊！跟你讲，现在你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，你的竞争唯一的对手是你自己。这个如果你过啦，阿元天不先买电脑给你，你就不怕伤病？跟 Ivan 一样久了，我们知道他赚很多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 Yeah.